来往边上你怎么拽人啊别动手好吧我知道他老挡我们我们媒体都不进他们凭粉丝凭什么进啊那您说一说一声好吗他们都是考生来我一出来你推我干嘛我拉你出来别挡我咱们别动手好吗可以不动手谢谢啊谢谢啊不好意思这个逆光吧咱这么拍咱们要不然转一下吧好好可以买一下对您站这儿您站这儿您站到这个对这个位置才能更好对我蹲行吗有点挡上了要不要没有卡标头卡标头好谢谢哎好的谢谢哎谢谢啊这个弯记得当时是我同事去电影学院去采访你、然后是有一个记者好像是拉了一下你的粉丝还是怎么就特别宠粉狂魔的感觉我就觉得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吧我觉得得有最基本的尊重你说一句说不好意思让一下我相信人家也会让你是个男生你上手直接把女孩子拉到后面你什么意思啊对吧就如果不是在学校门口的话我可能反应会更